上百名 3K 党党员各自被泄露出来喽。3K 党虽然没之前强大，但依然散播在美国各地。这次行动并不是批判党员的思维，而是针对他们的行为。早就跟恐怖分子一模一样。我们希望这次 3K 行动会大幅度开拓有关种族歧视及自由言论的议题，因为并不是只有戴上 3K 党帽子的人才怀有种族歧视。现在要脱下他们的帽子，是要显示这帽子对社会所象征的意义。虽然我们尊重他们的思想自由，但是也了解他们对外人的恐惧是不理性的，也知道他们的行为带给大家很多恐惧跟焦虑。这个社会不会再容忍你们了。这个档案你将会找到不同 3K 分会会员的身份名单里的成员，是用光明正大跟偷偷摸摸的手段去挖出来的。聊天室里常有人爆料自己跟 3K 党的关系，小心在网络上碰到的人啊。这次揭发行动是反抗在历史以来被 3K 党欺压施暴的人民夺回公道。匿名者 3K 行动敬请至上。